东京奥运开幕在即，讨论度逐渐升温，周边贩售也随之热门起来。有厂商就推出中华奥会运动联名款医用口罩，声援中华队。不过，竟有不肖业者盗用官方脸书专业图文，并用赠送未经授权的行李箱来吸引大众，假冒行为恐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一页式诈骗网站常常会搭上热门时事议题来进行行销，寄出诱人折扣、低价或是赠品。比如说，这个网站的业者他盗用了正常官方的图文照片，然后来销售所谓的奥运中华队口罩，并且提供市面上根本还没有经过授权流通的中华奥运行李箱作为抽奖赠品，来吸引消费者下单购买。然后他的网址连接比较怪异，脸书的账号也不是正常官方业者的名称，也不是业者合作销售通路的名称，那联络方式只有文字留言、电子邮件信箱，并没有公司完整的名称以及地址，这些都是疑似一页式诈骗网站常见的特征。消保官呼吁民众应透过官网等正常销售管道购买，避免透过脸书或 LINE 广告等连结购物，尤其是一页式网站常常没有完整的寄件人联络方式，导致民众退款无法联系，花钱当冤大头。记者温俊台北报道。